买这么多东西啊？给你放里边啊。好。哎呦，你今天去怎么样啊？梅姐，我真觉得他爸不像是得了病的人，不过我说不出来的感觉，总觉得他爸神神秘秘的。不会是在外边养小的了吧？不会吧？这个可不好说。我昨天晚上看电视，电视上播了一个女的，她呀都结婚30多年了，丈夫突然发生车祸，才知道啊在外面还有女人呢。你说孩子都成年了，丈夫突然这么一死，外面的女人带着孩子来争财产，你说就那么一点点赔偿金啊，直接分掉一半。不过我真觉得不可能，因为林爸对林妈是真的好，今天去王医生那说了那么多话，王医生还以为他是个保健医生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林爸对林妈的事如数家珍，这么好的男人我觉得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儿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你也别胡思乱想了，他们家的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，你别掺和。就是呀，你说他如果真的在外面有了小老婆什么的，被你知道了，你告不告诉小林啊？哎，我说小雨啊，你有时候就是得咬咬牙狠狠心，你不能心那么软，有些事儿你是管不了的。我说你管好了没人念你好，你要是管不好惹一身的事儿，这林家不讲心理来你不是没领教过呀？我也没想管，可是都……你就跟林爸说你跟林磊离婚了，不是他们家儿媳妇了，让他另请高明。我今天好几次差点就说出来了，可是这话到嘴边上吧，我看他爸那个样子，我有点忍住了。哎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得瞒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想帮着把林磊妈妈住院的事情都办好，毕竟吧，他这病是因为我而起，医生也不让他出院，说还要进行详细的检查跟后续的治疗呢。你说我说你什么好？你为了他们在背后做了多少好事？他们哪个念你好？外面想着谁念我好，我就是自己问心无愧就好。哎呀，那这傻姑娘，我就不说你什么了。是我，王医生。您放心，我明天一定把我妈送回去。对对对，所有检查都照旧，不用延期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您啊，特别麻烦您。磊子，磊子，刚从超市回来，你看，买了你爱吃的菜，晚上给你做顿晚饭啊。我妈私自出院了。阿姨出院了。阿姨。妈，王医生刚才可亲自给我打电话了，他千叮咛万嘱咐，说明天一定让你妈回来把这个检查全做完了。不去。要不这样吧，阿姨，咱们换一个病房，咱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那头听不见他们唱戏。不行。您不能老拿您身体开玩笑啊，不行不行的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我投诉去，我找护士长，我让护士长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别再唱了，唱什么唱呀？您不能因为别人自己的病给耽误了。让我跟你们说什么好？你每天听那黄腔跑调的黄梅戏，我恨不能死了心都有。再说我有什么病？我没有什么大病啊，我觉得我在家里不也挺好的吗？要不这样行不行吧？明天我去医院给您办个转院手续，我给王医生打个电话，让他推荐一个好一点的医院，咱办转院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就这样。阿姨，明天我陪你去，好吧？磊子，我跟你说，反正阿姨不喜欢的医院是坚决不会去的，是不是？嗯嗯，是吧？那样总行了吧？好吧。哎呀，阿姨，我看这个医院这条件也是挺一般的，要不咱们还是试转院吧？妈，这个王医生吧是骨科非常好的医生，而且人也很负责任。就是转了院，不一定能碰到这么好的医生。他们在放什么？啊？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哦，好像还真有黄梅戏的声音，在那边。对着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是。哎，妈，妈，您去哪儿啊？妈，怎么可能？
六十全的病房，怎么可能？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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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都是传染病，全部要传染人的，赶紧回去，磊才，赶紧回去，回去吧。我不怕，你不要拦着我，不要拦着我。哎哎，妈，我去哪儿啊？妈，妈。这里面放的是什么磁带？妈，这磁带是别人的，您别这样。哎呦，你这喇叭里放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唱吧唱的难听的要死，太难听了，唱的。你们没有听过真正的黄梅戏，你不懂黄梅戏啊？黄梅戏不是这样唱的，不懂艺术。黄梅戏特别的好听。大姐，你能把这个磁带让我看一看吗？凭什么？你说你们来了这么多人到这房间妨碍我们听戏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看？是我才不理你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阿姨。妈，咱不跟他们争了啊，咱想听我给您买，咱别跟他争啊。不行，我就是要看这个磁带，让我看看吧。谢谢你了。不行。那我给你钱，你说吧，给你多少钱你可以让我看这个磁带？我说你快走吧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们还要听戏呢。妈，您过来，您说。妈，人家愿意听就听呗，咱们都快转院了，又跟人较这个真干嘛呀？是啊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这个磁带。妈妈妈，哎呀，您别耍小孩子脾气了，行不行？那是人家东西。傻儿子，啊，你难道没有听出来？那是你妈唱的。黄梅戏啊！啊！妈，妈，妈！哎这磁带肯定是你爸给他们的。我问过人家了，人家说是一个年轻的女的给的，而且不止一个人这么说，我没记错啊。对对对对对，绝对不会记错的。不可能，你知道什么呀你啊，这个年头还增长这个东西的只有他林光中。我说呢，我刚才一进这个病房吧，我就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。这个花，你爸最了解我，他知道我喜欢花，所以专门把花放在这儿了。你爸呀，肯定来过这儿。妈，我觉得不是，那爸来了干嘛躲着您不见？没脸见我们，他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。那他干嘛把磁带送给别人听啊？好，就算是故意想让您听着，那也不对，干嘛这么用心良苦的呀？我觉得像是戏迷送给您的。好吧。哎，既然他林光中在这儿，那我就不走了。我敢保证，你爸不定在哪个角落里藏着呢。哎，我就跟他耗着，他不出现，我就不出院。妈，那您的意思是不转院了？不转。好嘞，那我跟王医生打个招呼了。这磁带，儿子。妈自己都没这东西了。哎呀，妈，我都答应人家要还给人家了。再说了，那些病友全靠听您的戏跟病魔做斗争呢。您说您不给磁带给人家，人家没精神支柱了，病好不了了。哎呀，妈，回头我给您再翻录一盘行吗？哦，那行行行，那你拿去吧。那我先过去了啊。去，哎呦，跟磊子一起去。我在这儿待着，传染病区你别冒险了啊！好好陪陪妈。阿姨，
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真的，我就一心想着让他们不要吵着您，我这耳朵里面真的没有认真在听他们在放什么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我唱的吧，都是噪音，您不听我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阿姨，您唱的怎么会是噪音啊？我觉得黄梅戏特别好听，就是您上次教我那个一起上上把家还，最后一句我还没有学明白吧，您再教教我。我的水平这么差，我教不了你这样的学生。哎呀，阿姨，哎呀，反应比番薯都快呀、啊！这以后要是嫁到他们家，日子不好过呀。妈，儿子，您找什么呢？你爸在这儿，就在不远的地方。这儿可都是病人。你爸他一定来过这个医院。这辈子就你爸对我最好，最了解我。他知道我听不得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妈，所以就专门为我换了我唱的戏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你说你好好的，你爸爸他为什么要躲着我？既然都来医院了，你看我一下，你就看我一眼不行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呀，妈，你看您怎么说激动就激动了，别激动了啊！如果真像您说的，爸来过这儿，还给您做了那么多的事儿，嗯，那至少可以证明一点，您担心那些事儿都没发生。爸心里啊，最最最最最看重的还是您。在乎什么呀？他要真看中我，他为什么不见我呢？为什么要躲着我呢？你说呢？想不通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林光中，你在哪儿啊？我跟你一块儿找。别躲了。行了行了，别着急。林光中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林光中，走，咱们那边找找，那边找找啊。你一定要替我把他找出来、啊。我放心吧。而且一定要问清楚。咱们慢慢找啊，爸一定会出来的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前面那个老头，他带了个女的，你认识他们吗？那是我们的业主。啊，业主啊。嗯。那他是不是姓林啊？对不起，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啊，那他们是不是一家人？无可奉告。啊，谢谢啊。我觉得这次不是妈敏感，一定是爸有意安排的，要不然那磁带哪来的呀？可我就不明白，爸为什么有意躲着咱们呢？我跟你说话听着没有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估计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不好告诉我们。这个只有找到他才能知道。上哪儿找啊？就这么故意躲着咱们，这辈子都找不着。喂。好，你在那儿等我啊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你又干嘛去啊？哎，有人在论坛发了照片，发现跟李青一模一样的车，我先去看看。别看了，还看李青的车呢。妈现在在住院呢，爸又找不着，你发张照片在论坛上也找找爸，李青重要还爸重要啊？那不等着跟妈面前献殷勤的人大有人在吗？又不缺我一个。你是我亲妹妹，我找什么别人献殷勤？
哎呀，再说我晚上也在那儿陪过妈了，这我现在有点事还不能出去了。这妈一撒娇，我们就所有人必须停下手上的活，然后去配合她。爸以前这样我也就算了，现在你也这样，还要求我这样。我该做的事我都做了啊，现在住院的也是她，这一会儿又要出院的还是她，现在又要住进去。我告诉你啊，妈呀，完全是被你们这两个男人给宠坏了，惯坏了，才这么小孩子脾气，现在才落成家里是这样。我告诉你吧，处理好我们各自的事儿，不再让妈操心，这才是最大的孝顺。我是不忍心看你现在这样，你这辈子找不着李青，你这辈子人生还不开始了你啊。我的人生已经被他毁了，不会再重新开始。哥说话还是好使。回来了，妹夫，我总算找到你们家了。你们家小区院子太大了，我转了好几圈才找到。哎，二哥啊，来怎么也没打个电话呀？我好去接你啊。哎呀，需要接什么？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这不说来就来了吗？哎，小雨呢？哎，二哥，小雨现在不在这儿。这都几点了，还没下班呢？还没下班呢。哎，你这是要跟谁去送饭啊？我妈住院了，我晚上得去陪她。啊，阿姨住院了？那行行，你等我收拾一下，我跟你快点。二哥，天也晚了，你也别过去了。坐一天车是不是累了？哦，那倒是有点。赶紧找个地儿歇一歇，要不然状态不太好，是不是容易疲惫？啊，那行，这样吧，那你跟你妈先问声好，说我过两天去看她啊。这儿你就别管了，我一个人能行啊。好。哎哎，二哥，你们家房子真大呀！哇，32厅的吧？啊？哎呦，我这沙发也舒服。哎，我今晚就睡沙发了，你不用给我铺床了啊。你们家厕所在哪呀？你看我这身上汗流浃背的，我得去冲个凉了。啊，行行，我去去。你还站在这干嘛呢？你赶紧去忙你的吧。小雨不就一会儿就回来了吗？没事的啊，我会把这当自己家的。拜拜。二，随便吧。小雨，二哥来了，一帆呢？对，现在就在家里呢。我吧，一会儿要去医院陪妈，小燕现在又不在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。啊，行，我一会儿接她出来。对了，小雨，我们的事儿我没告诉她。我会告诉她的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啊，算了，等我确认了再告诉你吧。嗯，再见。怎么了，二哥？哎呀，二哥，哎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们家那个浴室的地砖太滑了，哎，滑了一跤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啊，成成成，你去忙你的吧，别管我了。哎，你说我倒不倒霉嘛？我哪知道那破磁带是他妈妈唱的？完了，他妈妈现在不理我了，怎么办？他妈妈不理我了，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部白费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连洗脚捏脚这种事儿都给他妈妈做了，自己想想我都对不起我妈，我都没给我妈妈洗过脚，色偏了。你赶紧吧，给姐妹想想办法啊！谢谢啊，快点快点。啊。会了，小雨哥，我们来组帮会吧。我们的帮会一定比什么三杯花鸡毛还要棒。你可以当我们的帮主，一起来很不赖吧，伟大的帮主。磊子，对不起啊。我今天真的不知道，那磁带是阿姨唱的，您刚能不能跟阿姨说声对不起啊？你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啊？你谁呀、啊？
你谁呀、啊、你、哎？不是，你怎么随便闯人家家里来了？我说你这。谁的家呀？我妹妹和妹夫的家。谁是你妹妹妹夫啊？林磊和叶小雨啊。哦，我还大雨，我还暴风雨呢，我。那你这，你怎么还吃我们家泡面呢？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？不是，这什么时候变成你家了呀？看到没有？你到我们家来干嘛呀你？我过来找工作啊，就是暂住的啊，在这。这是你东西啊，你走，你赶紧走。哎，我凭什么要走啊？我刚刚你得让我在这住的。我报警了，我告诉你。不是你这人还讲不讲道理啊？走不 走, 不走啊？出去。不是你听我解释。哟，你还耍流氓？你甩给我看看。没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出去。你听我。退。退。我说你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真是我。这不是你妹妹家，林磊也不是你妹夫，他们离婚了。离婚？二哥。哎，小雨。你不在家待着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我说你可算是回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在家好好的，突然间就来了一个女的，非常野蛮的就把我给轰出来了。女的？对了，女的。然后我这一下来才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，我也没办法找你啊。哦，她还说你不会再回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这个徐倩倩，她有什么资格把你从我家赶出来啊？徐倩倩？哦，她还说这已经不是你家了，说我不能住在这儿，说我再住在这儿就叫警察。什么什么什么？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跟我走吧。哎，喂，那小雨啊，那你上去，等一下可千万别上火。你这脾气从小就倔，小叔小婶一直都说你。什么倔不倔的？他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？他欺负我就算了，怎么能欺负我的家人？哎，你别说，走吧，走走。哎，那行。叶一帆，还真是一伙的。哎呀，这姐妹比我还能折腾，千方百计的把磊子骗回去吧。现在好，又弄一哥哥过来。哎，我这每天斗智斗勇的，我这日子还过不过呀？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要是不开门的话，我就让林磊再回来一趟。来了。你数苍蝇呢，赶都赶不走。那是因为我们家有脏东西没清理干净。二哥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你就踏踏实实给我住在这儿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成了。等等，你说你这人，这说话跟放屁一样，这放屁还有个响声呢，你说话连个响声都没有。谁呀？口口声声说我这一辈子不进这个家门，你得反悔多少次？你说你该不该抽自己个大嘴巴？我没想要回来，这是我二哥，我二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他想来就来，他想走就走，你管得着吗你？不要脸！不是，你才不要脸呢！你是不是想动手啊你？二哥，你别理他。我跟你说，我见过不要脸的，我真没见过像你们这么一家人不要脸。先是拿爸爸的事来博取同情心，你现在弄个什么二哥是吧？你还真是够二的，叶小雨，你死心吧，磊子不可能跟你复婚。徐倩倩，哎呦，我警告你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欺人太甚？大姐，事儿是你做的，还怕别人说呀？你有本事你别离婚呀，反悔的也是你，离婚的也是你。现在呢，你反悔了，你像狗皮膏药贴着我们家磊子人也是你。你想怎么着？你有本事别离婚嘛，对不对？你趁你这个家，你把他妈照顾好，你想怎么样啊你？你太过分了吧你！你怎么还上手啊你？你干嘛呀你？别你要干什么？我怎么不讲道理了？小雨，你一边去，你别跟他讲道理了，他不讲道理了。别打我二哥，你别伤着你自己了，小雨。去你拉着我干什么呀？过分了！小雨，你别去，你别伤着你自己。救命啊！你这个女人，你冷静点行不行啊？有话好好说，不行吗？啊！武征！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，我们家进贼了。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来，狗皮膏药。小姐，你们是吃酒里下的药，想把我灌醉，把我带去开房？你们这些臭男人玩的这些招式啊，我早就看明白了，没一个好东西，都是一路货色，坏男人。呦呦，
哟嘿，好酒量啊，这个酒量可以啊，真没看出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干！来，喝喝喝！来，干！喝酒，喝酒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先发言，警察同志，是这样，他呢先动的手，然后他是帮忙的，最后就两人一起男女双打打我，你看，这都是伤，我都被他们快拽骨折了。警察同志，这个小偷他闯进我家，我就是打了他，我也属于正当防卫。还有，到底谁打谁，咱们目测就能看出来，你们看看呀，打成这样了，谁是小偷呢？不要吵了，警察同志，真是他们俩先动的手。你先不要说了。你说一下情况。是这样的，我都说了好几遍了，发现他鬼鬼祟祟在我们家门口，觊觎我们家好久了，我就知道他肯定想要偷我们家东西。哎，你怎么胡说八道呀？你怎么撒谎不打草稿呢？这是你家吗？我偷你什么了？我，你爱偷人的事儿谁不知道啊？你偷人偷到我们家来了，不都已经离婚了吗？我们这属于正当交往啊。好了，你们俩先坐下。我看啊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们俩别吵了，各回各的家吧啊。警察同志，你等一下，他闯到我们家把我哥给打了，你们能不管吗？警察同志，这真的不是他家，他们真的都已经离婚了，他都没这家钥匙，但是我有这家钥匙啊。我们已经跟物业确认过，证明叶老师就是这儿的房主，你要再这么不依不挠的，我只能把你带回警局谈话。你跑人家家里干嘛？把钥匙交出来。这钥匙是我的。这是这儿的钥匙吗？是啊。这里的房本是你的吗？不是。那你跟房主是什么关系？男女朋友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这事儿单方面说没用，我现在怀疑他偷配了我们家的钥匙，为了我们家人和家里的安全，我现在要收回这把钥匙。你问磊子要去。行，我现在就给林磊打电话，谁知道这个钥匙是他给你的还是你自己偷配的。给你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告诉你，房子钱我可以不要，我可以再赚回来，我要的是人，人是我的就行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辛苦了啊，改明儿去你们那儿给你们送个大锦旗啊，我先走了。感情纠纷双方自己调解，不要动不动就打110。行，知道了啊，这次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我说，就没必要装什么剩女了吧？出来玩的都知道该怎么玩，是吧？叫我们哥俩出来呢，这不是涮我们玩吗？是你们太没用了，连找个人都找不出来。我不早就告诉过你们吗？只要你们帮我把那个混蛋找出来，要我做什么都行。这人我哥俩已经在找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在找了。但是你这不付定金呢，咱俩没动你，这没动你。把你张手拿开。你那儿想找漂亮女孩搂搂抱抱吃吃豆腐呢，那边多了去了。如果还嫌不够的话，外面舞池一大堆呢，但是别碰我。我说你是不是被那个骗子骗了之后，就他妈不喜欢男的了啊？是不是？您坐在我身边，脑子里想的那点龌龊的事儿，心里打那点小算盘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等等，我们哥俩费这么大功夫给你找这辆破车。林总连个谢字都没有，不太合适吧？想要谢是吗？嘿，让开！嘿，别说哎。还挺香，你他妈这点出息！别插了，喝酒，别插了，来，听你这么说，
你们俩上次回去看你爸的时候就已经离了婚了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就别问了。我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你说我今天刚到这的时候，林磊还好好的，一句话都没有多说。突然间闯来一个女的，我才知道你们俩已经……我知道了，就是她，就是她干的好事，是不是？就是她把你们俩害离婚的，是不是？我一听她那说话的口气，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刚才已经领教了，好男不跟女斗，你以后千万不能招惹她。我才不怕她呢，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别的我先不说，就说这房子，这房子是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小叔小婶也掏过钱的，凭什么现在林磊他们一家人住得好好的，把你给赶出去了？我实在不想跟他们折腾了。你不想跟他们折腾，那是因为你善良，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欺负你。你说林磊为什么会是这么样一个人啊？看他平常各个方面都挺优秀的呀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他跟那女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都住对门了，钥匙都有了，你说这气人不气人？亏我平常还把一心一意当她是妹夫。她不是爱吃我妈做的辣椒酱吗？我这次过来还专门让我妈特意为她做了四瓶辣椒酱，我现在恨不得全拿去喂狗。二哥，我跟林磊的事儿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，我现在就想说好聚好散，不想再节外生枝了。你以为我不想抱着这个大房子为自己争取利益啊？哎呀，你也看见对门那个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还有两个比对门那个更难缠的，我真的是累了怕了才想要搬出去的。啊，对了，这事儿你千万不能告诉我爸妈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他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唯你是问。行了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收拾收拾东西咱们走吧。你要我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你留在这儿干什么啊？我要等林磊回来给我们叶家一个好好的交代。你说我这好好的一个妹妹给他娶回来，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啊！我们小叔小婶辛辛苦苦攒的钱给你们俩置办的新房，说赶紧走就赶紧走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我得要跟他们一家人评评这个理。没人会跟你讲道理的。小雨，我知道这事你出面的话你尴尬，没事交给我二哥我啊。二哥今天就住这儿了，林磊必须得给我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。你解释什么呀？这婚已经离了，也是我主动从这儿搬出去的。林磊给我钱了，我们现在已经两清了。哎，你解决什么？你别给我添乱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不行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现在是你娘家人在这儿，我就代表着小叔和小婶，我得问清楚了这婚为什么会离，以后打算该怎么办。能怎么办呀，缘聚缘散它就是这样了。小雨啊，你跟哥说句心里话，你现在心里还有没有他？还是你已经下定决心都不想再跟这个人过了？我们的事儿真的是身不由己，身不由己，知道吗？我就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有他，我猜呀，他现在心里也还有你，要不然怎么会请假都陪你回老家一趟呢？既然是这样，你听哥一句话，明天等林磊从医院一回来，你们俩就去民政局复婚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你别以为二哥没结过婚就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要你们双方愿意，有身份证有户口本，谁都拦不住你们。事情就这么定了，明天林磊我回来就跟他说，我就不信了有情人还就这么容易被拆散了。你铁了心的不走是吧？嗯。行，那我不陪你玩，你不走我走了。那行你走吧，明天等我的好消息啊。我劝了他一晚上，他就是不听，他非要等你回来。都知道了。有徐倩倩在，什么事儿能瞒得住？倩倩也在。什么事儿少得了他？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我给你打电话，就是想让你通知一下林燕，我可不想半夜被叫出来吵一架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。啊。
小雨的表哥今晚住咱们家里，帮我照顾一下，千万不要惹事儿，千万。儿子。哎，来了。啊，都十点多了，您还不睡觉啊？我一想到你那个可恨的爸林光中，我就睡不着。大半夜的，您老想我爸爸能睡得着吗？您想点蓝天啊、白云啊、大海啊什么的。妈跟你说正经的呢，我终于弄明白了。我觉得你爸这回啊是铁了心了，他肯定不回来了，他肯定不要我们了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面对现实，今后就是咱们三个可怜巴巴的一起过了。妈，您看您，再说都说成小白菜了。不会的，爸肯定会回来的。回来你骗谁呢？说一百遍了吧，他人在哪儿啊？怎么连个影儿都没有啊？他老躲着我干嘛呀？我估计是有什么别的事儿耽误了吧。要我说呀，是有别的人了。妈，您又开始胡思乱想。您不会的。我不胡思乱想，我想也没用，面对现实呗。不过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他呀？咱们三个人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而且比他在的时候啊，过得还更好。好了好了啊，妈，那你睡吧，爸不在，照样照顾好您。操！哎呦！啊！你谁呀？你叫那么大声干嘛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穿那么少啊？你赶紧先把衣服穿上。你这样很容易着凉的，赶紧！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那个林磊的妹妹，我是小雨的那个堂哥，快点先把衣服穿上，快！穿什么呀？我要去洗澡啊。你没事吧你？啊？洗好了，那个你的衣服我已经给你叠好放这儿了，你赶紧穿上吧，小心着凉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会在我家？啊，我叫叶一帆。你不记得了？我们之前在林磊和小雨的婚礼上还打过招呼的。是吗？我有见过你吗？我怎么没印象？是。那我都记得，你看那时候我都知道你叫林燕。对啊，我叫林燕啊，我是一个坏女人，你知道吗？我19岁没有毕业就跟别人私奔了，那时候他把我钱都骗光了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谁都不知道，他竟然当时让我去为他接客，为他赚钱。你没事吧？他就是一个混蛋，我告诉你，要是让我找到他，我一定千刀万剐，我煮油锅弄死他。李青，你这个混蛋！
林燕，你还好吧？是跟我玩的。林燕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让我逮到他，逮到他，我就抽了他的筋，我扒了他的皮，我让他这个王八蛋、混蛋。林燕，要不去屋里睡吧，在这儿会感冒的。啊！混蛋。这么奇怪，许下的誓言，让他把你